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Melissa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音乐节奏盒子八倍。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它超级烂的啦，充满着魔性的画风，大家都有睿智的眼神，跟我一样。那这部影片的点赞跟热推就麻烦各位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模组到底有多好笑。来，首先第一个上吧。你真的长这样吗？好哦，下面一位。生气什么啦？他好气哦！哇哦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好扁！哇，熟悉的什么都回来了，太好笑了啊！这个这里怎么空一个、啊？好奇怪，这机器好廉价。哇！你的头发是海带吗？还是什么什么垃圾袋之类的？怎么长这样？还有很奇怪的那个身法，六亲不认的身法，六亲不认的舞蹈。这个猫咪，猫咪想低调，可是它还是长得很丑。他的水桶都快要掉了，没问题嘛？还大小眼，你看超严重的了。对，这个、啊，他怎么长得那么像猴子的脸啊？这是猴子机器人吧？充满着廉价的味道。他甚至瞎了一只眼，然后他的播放间隔好像超级长的。这只会这样，好不？熊，睿智的眼神配上两个铃铛，是有、哦、太阳甚至没有身体了。哇，蓝天蓝，白云白，天线宝宝出来玩，大家都变成白痴了。这个呢？哇哦，这个脸。居然是用绑在脚上的三根线、三位线来进行演奏的吗？太扯！他的眼神也不知道在看哪里，如此空洞，就像我欠了他300万。你又是什么？黄色的外星人，感觉有点晕车。他就算晕车也没有关系，他还是要唱 rap。他就算吃了晕车药，他也要努力 rap battle。是哦，在这个。很像笛声，也很像口哨声，感觉很睿智，很厌世。我们看看这台电脑会有多破好了。还蛮欢乐的，这个白色猫咪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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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子，飙高音。兔子眼睛变超小的，他声音都有重置耶，超帅。OK， 这是低音，然后这个黑色的我们先不放，我们先组出一个乐团。好快乐。来吧！哇，我的眼睛好帅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所有的机器人都要上。
大家都坏掉了啊！这种声音的吗？他好像声音是嘟嘟嘟，把它收起来。他长得好恶心啊，这个牙齿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虽然长得有点恐怖，但是画质实在太低了，完全没有恐怖的感觉。OK， 他很嗨，心跳是很大，对。他坏掉之后就不气了，完全不会生气了。他不然抖什么？下面一位，他扭的好诡异，好诡异，好怪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画质很低，大家应该是不会怕的，对吧？机器人，机器人没有变嘞，他还是很嗨啊，他只是不会动。沙林妹，哦，他长得好怪，哇，更加六亲不认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猫咪没有被黑化，这个水桶破了，是不是有水桶的屑屑在你的头里面才会发出这种声音呢、啊？哎呦，这台变成这样了，啊，你怎么完好无事啊？只是比较不嗨而已。换你了，他没变啊，只是掉了，只是右那个右半边，应该说左半边，他的左半边，左半边的脸烧焦了。啊，你怎么有一瞬间伸出三个铃铛在嘴巴和眼睛里面？他现在是有五个铃铛的熊了，睡哦。太阳会变月亮吗？太阳下垂了，太阳变杨桃了，是不是？太阳被养好了，谢谢大家。他一瞬间觉得自己是那个贝多芬，有一点命运交响曲的味道。这个也坏了，他变得很嫩 Q。那个嘴巴的不知道为什么变得不掉了，我记得这个应该还是这个就是嘴巴的。你还会吹口哨吗？会。它只是两根毛比较能 Q， 然后帽子有点垂，然后加上沾到一点墨汁而已，这个没什么变。电脑，啊，哦，电脑可能是最恐怖的。再来这个，它一直盯着你笑，笑到你心里发寒。其实还好，还蛮可爱的。这个嘞，它还哭。他只是在哭而已，一起在卡吧。低音的，你怎么变那么矮？对啊，我原来刚是出 bug 了。组合，好，起来，我把这个放到中间。把大黑柱放到中间，梦幻乐团，不要再演奏这个了。我们要选所有人都很会扭才行，你不够会扭，你都没在扭，不要你了。大家都要在扭，懂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大家都在扭，大家都在扭。大家扭起来！哎，一直盯着这个，会觉得眼睛有点累啊。然后这个叫做旁边都很嗨，然后就他一个人在那边厌世，不知道厌世什么。大家都嗨起来了，就你这个脸，就你在那厌世，不知道在厌世什么。这个也是厌世的，对对对，大家都很嗨，就你在厌世。这个叫做厌世，但是勉强融入大家。太阳了，太阳了。大家起来嗨！啊，是个
快乐的反派模组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厨房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继续想看到更多这类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、你的小铃铛、你的关注。那我是 Brian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